嘉义市政府文化局举办2022独家文学生活市集，日前伫文化局荷花广场热烈登场。现场总共有来自全台各地的知识独立书店以及手作文创、有声小龙近50档，阁有精彩的活动节目演出，吸引超过千位的市民共同追赶充满书香气息的文学生活。2022独家文学生活市集活动，由嘉义青年林奕宏会长主持，现场安排豆豆老师说故事，加油老木告诉卢行星，雅婷姐姐来澳国际的动物请求，也邀请到建屋台湾的作家郑开祥伫咧现场来分享伊的创作理念，也有歌手黄玄应带来轻松的歌曲演唱，吸引真侪的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共同来参加。来自全国各地的独立书店头家、文创工作室的主人，阁有优胜小龙，拢来共享盛举。现场有将近50家的文创单位，展现每一间独立书店各自的选册风格，参像是一间小型的图书馆。以书为作为媒介，做一个互动，关于生活上遇到的一些难题啊，或者遇到一些想要分享的事情，我们都可以从书中去找到一些可以聊天、可以互动的一个媒介。然后爬上坡好书是我这一次带来的，是有关于绘本。那绘本我觉得除了是小朋友，然后大人也可以看、阅读、观赏的绘本，其实它也是一个很疗愈的，看到图画很丰富的色彩。最近这几冬在台湾各地的动力书店愈来愈多，成为推广全民阅读的重要基地，包括南台湾相当出名的三余书店、巨珍书店，拢带来各组推荐的书籍，嘛，让现场的民众伫好，加一撮文学生活刺激，参像是环游台湾的特色书店，真正是一撮丰富的阅读之旅。平常的选书是以高雄文史、地方文化、历史、社会科学还有文学艺术为主，那所以今天带来的书也是一样，这边主要是诗集，然后也有一些是有签名的，还有一些作者自己出版的，那也包含作家出的一些周边。那这边是漫画类的，我们也跟很多台湾的独立创作者合作，就是一些平常比较难看到的、比较难在通路上看到的，也是很鼓励就是年轻的台湾创作者有一些新的方式可以呈现出来。然后这区就是高雄的文化历史还有地方创生。其实我们是书店啊，不过我们也在做一些文化产品的一些推广，所以我今天带来很多像我们自己楷模去做的，像这种是台湾的那时候日本画家岸内图绘啊，其实保留了很多当时台湾的一些地名还有一些景象，那我们把它做成拼图，这样推广的时候，其实会比较有力量一点。它不再只是一张，纸本的东西，它其实化成你生活上用得到的游戏，或者是商品这样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5年宣布，将每冬4月23日定为世界书香及版权日，也称作世界阅读日，借此来唤起着大家重新找回阅读的兴趣，和对着版权的重视。因为阅读是面对未来学习知识的重要途径，嘉义市政府文化局特别举办第二季孔子之独家文学生活市集，希望让更多人会当接近阅读、喜意阅读。对着文学阅读的推广相当有意义。最新新闻，张定松、王秀山、嘉义市彩虹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，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。